好，你们好。你好，老师。OK， 好的，我们开始上课。好，上一节课我们学到了课文一啊，课文一在小丽家，还记得吗？啊，小刚和小丽他们在聊什么呢？啊，他们在聊什么呢？啊 ，first 小刚先问啊，小刚先问。明天是晴天还是阴天，对不对啊？问什么呀 ？Talk about 天气，对不对？他们在聊天气。天气啊，小丽说啊，阴天啊，阴天。电视上说多云。问怎么了？有事？哎，你知道为什么小丽要问怎么了？有事吗？怎么了？什么意思呀？什么是怎么了呀？是 ，What's up 啊？你有事吗？啊，你有事吗？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要这么问呢？你说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啊，小刚问了天气啊，小丽是啊，小丽回答了。那么他为什么要问怎么了？有事？为什么呢？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你想过没？有事 means I have something to do. I have something to do. 有事 ？Look 啊 ，Yes, any matters? Any matters? Look.啊，中国人对不对啊？不说中国人啊，我们在问天气的时候啊，问天气的时候，我们不是啊，问一问啊，问一问，然后没有了。Sometimes 啊，有时候我们会问天气 ，because we have something， we have some matters 啊 to handle， 所以我们会问天气啊，问天气。所以小丽就问啊，怎么了？不知道，你有事吗？啊，你有事吗？哎，小刚怎么说呢？他回答什么呀？没事啊，没事啊，很有意思。没事吗？啊，没事吗？真的没事吗？啊，没事。真的没事吗？他说什么呀？他说什么呀？他说什么呀？啊，我们明天要去啊，我们明天要去爬山。哎，这不是事吗？啊，这不是事吗？爬山，爬山不是事情吗？是事情，对不对？啊 ，Yeah。爬山，爬山也是事情啊。小丽问你有事吗？哎，小刚回答没事啊。回答没事又说我们去爬山，我们去爬山。呀呀，这是啊，中国人啊，中国人会这么说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Because 啊，小刚啊，小丽问有事的时候，问有事的时候 ，that means do you have something very serious 啊，就是很，你知道啊，很大的事情，你知道吗？啊，很大的事情，但是。当小丽问的时候啊，小丽说你有什么事情，就是很重要 ，very important， 啊 ，very important。但是呢，小刚觉得啊，我们是去爬山叫小事情啊，小事情不是小丽想的啊，大事情 ，something important。So 他说没事啊，没有没事，不是 nothing 啊 ，as that means nothing very important。啊，不是有很 important thing 啊，我们只是 yeah, 啊去爬山啊，去爬山，要去爬山。But she can also say we 明天要去爬山。啊，对，我们明天要去爬，也可以啊，也可以。But sometimes you know 啊，你也可以说啊，是的啊，我们去爬山啊，也是事情。但是呢，有的时候啊，中国人他说没事啊。不是说 nothing， that means nothing very important。你知道，我们有小事情啊，没有很大的事情啊，是这个意思。你要知道啊，你要知道啊，没事啊，没事是什么意思？没事啊，没事。Nothing very important， but I still have something 啊 ，I still have something to handle 啊。好，你再看小丽说什么呢？啊，小丽就是说，爬山的时候，嗯，爬山的时候，嗯。要小心一点啊，爬山的时候要小心点儿，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呢？During climbing the mountain, you have to be careful 啊 ，be careful。我们说，哎，我们说爬山的时候要小心点儿。还有什么时候呢？还有什么时候？你开车的时候呢？你开车的时候 ，when you drive a car。你开车的时候怎么样啊？开车的时候要小心点。Yes， 啊，中国人啊，中国人 when you need to do something 啊 ，just like 啊 ，when you go back home 啊，回家啊，
回家。因为 have a travel 啊，中国人as a friends 啊，经常会说的时候啊，要小心点儿。比如啊，你开车啊，小刚上班上去工作啊，工作的时候呢，他在路上要开车啊，我们会说妻子啊，经常是妻子 the wife 啊，说你开车的时候要小心点儿。Yes, I want you safe。我们经常会说这个句子啊，经常会说哒哒的时候要小心点儿。For example 啊，放假了 ，it's vacation 啊 ，vacation。你们呢啊，要回家 go back to your country。So 我们说什么呢？你们啊，回家的路上 on your way to go back your home 啊，回家的路上啊，要小心点儿。It just means I really care for you 啊，我很怎么说呢啊，I want you safe 啊 ，it's my hope 啊 ，my best wishes for you 啊。Best wishes for you 啊 ，It's different from English 啊 ，different from English。好，这个句子会说啊，要会说哒哒的时候要小心点儿，哒哒要小心点儿啊。中国人经常说啊，经常说 ，because I want you safe 啊。好，我们再看小刚说呢，好，你也去吗？你也去吗 ？Yes， 问小刚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啊。他问这个问题什么意思呀？他为什么要问呢？他想怎么样？他想啊 ，invite 小丽，对不对啊 ？invite 小丽啊，去go with me 啊。小丽怎么说呢？我不去啊，我不去啊，我有事。First, I don't want to accept your invitation, and then give you my reason. I have problem. This sentence very interesting, 啊，很有意思。我有事，真的有事吗 ？Really? 真的吗？你知道吗？真的有事吗 ？Really? 小李有不知道啊，不知道 ，Yeah。真的有事吗？不知道 ，I don't know. Really? 啊，原来有事啊 ，maybe 没有事。什么工作？有事 means 你有什么工作？有事是什么意思呀 ？I have something to do， 对不对 ？I have some business to do。Yeah, look 啊，问啊 ，Chinese 啊，中国人 ，don't want to accept your invitation。我们啊，经常说啊，我有事，但是真的有事吗 ？Really？啊，其实啊，不一定啊，不一定 ，not sure 啊，其实 not sure 啊，不一定有事 ，but it's just a reason. I don't want to accept your invitation. 啊，你要知道啊，要知道这一句话的意思啊，它的 function. 好，这篇课文你听懂了吗？现在啊，有没有问题？明白，老师。啊，好的。没有问题，老师。OK， 好，我有问题啊，两个问题。明天小刚啊，小刚 boy 去做什么？去做什么？会做什么？明天小刚去。会吗？去爬山。明天小刚去爬山。小丽也去吗？小丽不去。啊，他不去。啊，为什么？因为他不去。不去。Yeah。啊，他因为他有事，对不对啊？好的，很简单。啊，人，我们来看啊 ，text two 啊，课文二，不错，啊，我们先看。so much noise here. Check your microphone. Check your microphone. 太吵了，谁的声音啊？不要有声音。好，我们看啊 ，warm up 啊，热身 first。我们看有一句话，来先读一读这句话。你会读吗？你明白？来听我读啊，便宜无好货。
货，便宜好货啊，便宜无好货，无好货，哎，什么意思呢？便宜无好货，什么意思呢？便宜是什么意思？便宜，啊，cheap 啊，无，哎，我们这有一个 new word， 无，什么是无啊？无是什么意思呀？无就是没有的意思啊，无就是没有，没有，没有，呀，无就是没有的意思啊，没有，无就是没有的意思啊呀，don't have 啊，don't have。便宜无好，好 means good， right？ 啊，货呢？货是什么意思呢？货 means stuff， stuff just like 东西啊， just like 东西啊，东西啊， just like 东西 stuff 啊，便宜无好货，就是说啊，便宜的东西没有好东西啊，便宜的东西 there's something cheap 啊， never have a good stuff 啊，便宜。无好货啊，便宜无好货。Yeah， 中国人啊，中国人经常这么说，经常这么说。When we want to buy something， 我们买东西的时候经常这么说。你们呢？你们也是这么觉得吗？你们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看一看。好，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哎，我们新学的一个 new word。哎呀，衬衫 ，good， very good 啊，一件衬衫，对不对？啊，多少钱呢？这件衬衫多少钱？150块钱。Yeah, really good 啊，150块钱。好，我们再看这个呢，这个是什么？不知道啊，一件裤子，可能是吧，啊，可能是裤子啊，我不知道是什么啊，也是一件衣服，对不对？这件衣服多少钱？50块钱，五十块钱，哪个好啊？这是骗你。哪个好啊？啊，哪个好？啊，这个好，对不对？啊，这个好，150块的，150块要贵一点，对不对？贵一点啊 ，much expensive than this one 啊，贵一点 ，so 贵一点的东西很好啊，很好，便宜的东西不好啊，不好啊呀，中国人买东西的时候啊，他们。相信啊，他们 believe 啊 this sentence 啊，便宜无好货 ，yes 啊，你去买东西的时候啊，你去买东西的时候啊，商店的老板啊，商店的 boss 跟你说啊，我有一件衣服啊，我有一件 I have a clothes 啊，十块钱，你买不买？十块钱，你买不买？买吗？不买啊，不买，为什么不买？为什么不买啊？你就可以说啊，你就可以跟你要跟老板说啊，便宜无好货啊，便宜无好货，你跟老板说我不买，为什么呢？便宜无好货啊，你可以跟他说啊，中国人相信这一句话啊 ，believe this sentence。好 ，OK， 这是 move 啊，热身啊，你要记住这一句话。你下次去买东西的时候啊，跟你的朋友一起啊，你的朋友一起去买东西。你的朋友啊想买50块钱的啊，而且还有一个150块钱的，你的朋友想买这一个，哎，你就跟他说啊，便宜无好货啊，别买这一件，买这一件吧，对不对啊？去 give him some 啊 suggestion and reason 啊 ，reason 便宜无好货。好的，你听懂了吗？Yes。听懂了。我们来看啊 ，new word 啊，生词第一个。读一读，条啊，再读，条，再读，好，好听啊，条，我们学过条啊，我们学过条，你还记得吗？条是什么意思？嗯，条腿，条裤子，嗯 ，yes， very good， 你还记得啊？一条，一条裤子，一条腿。一条腿，一条腿，对不对？腿是什么呀？腿是什么呀？leg。我们还有什么？我们还有什么呀？哎，你还记得这个吗？啊，小猫喜欢吃什么？啊，小猫喜欢吃鱼。啊，还有一条鱼，对不对？好，一条鱼，好，是条啊 ，main word for something。Or something, yeah, fish, very good. 你好啊。Now, yes, look, duck,
啊，第二个什么意思啊？第二个怎么读啊？怎么读？啊，裤子。裤子。啊，yes, very good。啊，好，听我读，裤子。啊，跟我读，裤子。啊，look, it's a neutral tone. Yes, 啊，裤子，啊，裤子，啊，it's a neutral tone. 啊，裤子，裤子是什么意思？什么是裤子？ Pants. Pants. Yes, it's a noun, right? It's a noun. So, what's the main word for this noun? 一什么裤子？Yes, good. 一条裤子。一条裤子。一条裤子。啊，一条裤子。Yes, it's a main word for 裤子。我们看一看这个条啊。条 can be made word for 腿、鱼和裤子，对不对？啊，老师，Yeah. 你跟那些一双裤子不可以啊，不可以一双鞋啊，不可以说一条裤，不可以说一双裤子啊，我们说一条裤子啊，一条裤子。Yeah, usually 啊，usually 一个 noun 啊，一个 noun 啊，like this one 啊，一个 noun usually only have one made word, only one made word 啊。你要记住，记住 this 条啊，它还条 have some very special thing 啊。Look， 我们的腿的 shape 啊，腿的 shape 怎么样啊？腿长不长？腿长吗？长不长 ？It's long 啊 ，the shape of 腿 long。Yeah。哎呀，很长啊。我们再看裤子呢，裤子长不长？啊，裤子的 shape。也很长，对不对？也很长。我们再看鱼呢，鱼其实啊，鱼其实也是长长的，对不对啊？它其实也长。So， 我们看啊，这个条鱼是没有长，老师。鱼也是长的啊，鱼也是长的。中，look 啊 ，look， 你学的是汉语啊，中国人觉得啊，中国人觉得鱼是长的啊，鱼是长的。So 啊，我们用条啊，条。To do the 鱼的 main word 啊、，so this 条啊、usually can be something 啊、something in shape very long 的 main word， you know 啊、一条腿、一条鱼和一条裤子。Yeah, I understand that, but I want to say a pair of pants. So I can I say 一双裤子？不可以，不可以，裤子不可以说一双裤子。啊，我们看看啊，条怎么写？你会写吗？不难啊，撇。嗯横撇，横撇，捺，横竖，竖钩 ，yes good， 撇，啊，点，撇，点，这是条，你会写了吗？好，我们再看裤子啊，裤怎么写呢 ？First 点，横撇，撇，点啊，竖。点横撇横撇着横竖竖啊，这是裤啊裤裤还有 two part look this part 啊 this radical 啊，我们怎么读呢？我们读一字旁啊，一字旁，一字旁哪个一呀？衣服的衣。啊，衣服的衣，衣服的衣，啊，衣服的衣，哎，衣，do you know how to 怎么写衣？你还记得吗？哎，怎么写衣？你还记得吗？啊，衣服的衣，衣 means clothes， right？ 啊，衣 means clothes， so this radical 啊，一字旁啊，一字旁 ，usually in some clothes。In next time 啊，你看到啊，你看到一字旁啊 ，but you don't know what's the characters mean 啊 ，just guess 啊 ，just guess it. This character the mean 啊 ，related to clothes 啊 ，related to clothes 啊 ，you can guess it. Yes. Yeah. 好的啊，这是裤子啊，裤子，裤子啊，我们可以穿裤子，对不对啊？穿 wear pants 啊，穿裤子。我们还可以怎么裤子啊？买裤子就 buy pants， yeah， 我们可以买一条。哎，我们再来看一句话啊。这条裤子
太贵了。啊，这 yes 啊，这条裤子太贵了。我们还可以怎么说呢？啊，我喜欢这条白色，哎，蓝色，我喜欢蓝色啊，蓝色的裤子，对不对啊？蓝色的裤子。啊，我喜欢这条蓝色的裤子，蓝色 blue 啊 ，blue the color 啊，蓝色的裤子啊，这条裤子100块钱啊，这条裤子100块钱。这条裤子一百块钱。嗯，啊，而你的新裤子。真漂亮啊！我们说真好看啊，真好看。你的新裤子真好看啊，真好看，好看什么意思呢 ？Good look 啊 ，good look 啊，真好看 ，really beautiful 啊，就是来好看。真好看 ，like beautiful 啊，它很像 beautiful 啊，很像漂亮。真好看。你的新裤子真好看。好的，这是裤子啊，你会了吗？我们再看第三个词怎么读呢？记得。啊，再读。记得。嗯 ，good 啊，听啊，记得。嗯，记得。什么是记得呀？啊 ，remember。也，我经常问啊，我经常问你们啊，你记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啊，你记得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对不对啊？记得 ，remember 啊 ，remember。我们还可以怎么用记得呢？啊，你记得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啊 ，Do you remember the meaning of this word？ 啊，你记得？哎，我来，你们写一下。嗯，记得上。你记得这个词啊？词 means word 啊，生词 means new word 啊，词你记得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意思。你记得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啊 ，Do you remember this word? This meaning? 啊，记得。记得这个。嗯。什么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嗯，什么意思吗？你记得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我们还可以记得什么呢？ Do you remember? 啊，你。你记得你妈妈的生日吗？什么意思呀？你记得吗？你记得吗？我记得。嗯，你记得我的名字吗？哈哈，你记得。啊 ，maybe someone 说啊，我不记得了。啊，我不记得，sorry 老师 ，I didn't remember it 啊，我不记得了，不记得，还可以怎么说呢？不记得了，老师 ，Yes， Can we say no at the end of the sentence？ 不记得了，啊 ，Yeah， 我不记得了 ，Yes， 啊，我不记得了 ，Yeah， 有了啊，有了，我不记得了，有了，我不记得了 ，I don't remember， 生日还可以怎么说呀？我们去过北京。哎，什么是去过北京啊？你记得是什么时候吗？嗯，时候吗？什么时候问什么？什么时候？北京 ？Do you remember？ Do you remember when？ 对不对？什么时候 ？Ask time。Ask time。去过是什么意思？还记得过吗？去过啊，去过是什么意思 ？We have been there. We've been. When is we spend time? 过啊 ，no 啊 ，no. When 过 after verb 什么意思呀？过啊 ，that means this action have already happened. Remember? Already. 哎呀，所以我们去过北京 ，Yeah, have been 北京啊。你记得是什么时候吗？啊 ，Do you remember the time? 啊，这是记得啊，记得啊。什么时？好，记得得会写吗？得很好写吧，不难啊。Two parts 或者是啊撇竖啊，这个我们读双人旁啊，双人旁，双人 means double person 啊，双人旁啊人竖，横折
横横横 and 长横竖钩啊点啊，这是的啊的，你会写了吗？啊，你记得的怎么写吗？啊，会了吗？好的。OK。我记得。好，我们看。记得。这是记得。这个呢？记得。这个怎么读啊？撑伞，撑伞，撑伞。哎，好听啊！撑伞，好听我读。撑伞。啊，听。衬衫，衬衫，衬衫，衬衫。好，妈就在这儿啊。衬衫，什么是衬衫？衬衫 ，shirt。啊 ，shirt。我们说衬衫啊 ，shirt。我们可以，衬衫的 male 是什么？一什么衬衫？啊，一件。对呀。这样，这样。啊，一件啊，衬衫，衬衫是 a kind of 衣服，对不对？ a kind of 衣服，所以我们用件啊，一件衬衫，一件啊 ，for some clothes， 一件衬衫，我们还怎么样啊？我们会穿，我们穿衣服，对不对？啊，所以穿衬衫，穿衬衫 ，wear 啊，穿 means wear， 穿衬衫，我们还可以怎么说呢？你喜欢什么颜色的衬衫啊？你喜欢什么颜色？什么颜色？衬衫。哎，什么是什么颜色呢？白色和。白色啊，我可以说什么呀？我喜欢白衬衫啊，白衬衫 means the white shirt， white shirt， 白衬衫啊，白衬衫。啊，还有人喜欢蓝衬衫，对不对？蓝衬衫 ，blue shirt 啊 ，blue shirt， 好的，啊，这是我们的衬衫，衬衫你会写吗？啊，不难，对不对？啊，都是，他们都是什么旁啊？什么 radical 啊？你还记得这个 radical 怎么读吗？啊，一字旁，对不对？Yes 啊，一字旁，啊，一字旁 ，you need to pay attention here 啊，他们有两个点在这儿啊，按竖。两个点 ，and 一个点，一个点，this one 啊 ，this shape and then this shape， 要记住啊，衬衫 and this part， 横，竖，钩 ，and 点啊，衬，衬，衬，简单啊，衫也很简单 ，also 一字旁啊，一字旁 ，and then 啊，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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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太简单了啊，要记住啊，一字旁啊。Usually， 哎呀，不是 usually，always 啊，一直啊 ，related to 衣服啊，衣服 ，the clothes。好，好，这是衬衫。我们再看最后一个词啊，怎么读？最后一个怎么读？圆。啊，再读一次。好，听我读哈，圆。圆。圆。圆，你还记得圆吗？圆还记得吗？圆是什么意思 ？Unit of money. Unit of money. Right. Unit of money. Yeah, we have already learned a unit of money. 什么呀？块。Yes, 块啊。钱。你说一块钱，对不对？一块钱。一块钱，我们还可以怎么说？一元钱。一元钱。啊，一元钱，一块钱。So what's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一块钱和一元钱呢 ？Guess， 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吗？都是 unit of money。So what's the difference？ 哦、So 你听中国人啊，听中国人说啊，你买东西的时候啊，你买东西的时候，你听中国人怎么说呀？他怎么说？他说块。啊，你呀，一块钱、两块钱，或三块钱，对不对？他会说三块钱。你听说过啊 ？Do you have 听过啊？你听过有人说一元钱吗？你听过吗？听过吗？听过吗 ？Have you ever heard it？ 一元钱啊，听过吗？好像没有啊。没有，对不对？啊，没有。为什么呢 ？Because 啊，一块钱啊，
usually are used in our spoken Chinese. 啊，我们说汉语啊，说汉语的时候，我们会说一块钱啊，一块钱、两块钱、一百块钱。但是 but 啊，但是我们不说一元钱啊，我们不说一元钱。So 我们什么时候用一元钱呢？什么时候用呢？yeah, when 你买东西的时候啊 ，for example, 你买衣服对不对？买衣服 ，you have a press card. Yeah, yeah. Yeah, a press card. So 它写的是什么？写的是什么呀？你have you noticed? 写的啊，写的是什么 ？Yeah, 它写的是元，它不写块，对不对 ？So in our written Chinese, we usually use 元but not 块。啊，那么快啊！你要知道，你要知道他们的 differentiation， clear， clear， 好 ，OK， 好，这五个词你记住了吗？嗯 ，first 条啊，条条啊，裤子，记得，衬衫，衬衫啊，这个啊，这个再跟我读一次啊，衬衫。衬衫，hey, remember it 啊 ，it's a first tone 啊 ，never change 啊，衬衫，衬衫啊 ，yes， 衬衫，衬衫，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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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练习一下啊 ，practice 练习，好，第一个读一读，嗯，衬衫，嗯，可以啊，衬衫 ，yeah， 衬衫，衬衫，衬衫，什么意思？啊 ，shirt， 这个呢？记得啊，在读。记得，也记得，记得，记得，什么意思呀？啊 ，remember， 好，这个呢？裤子，哎，裤子，裤子，什么是裤子？裤子是什么？裤子 means pants， 好，这个呢？条也条，什么是条啊？条什么意思 ？Yes， 啊，没错。好，这个呢？圆啊，圆圆是什么呀？圆什么 ？Uniform money。OK， 很简单，好。哎，这个很简单了，对吗？啊，一条裤子啊，一件衬衫。一条裤子多少钱？一百块钱啊，一百块钱。好，这个是什么？它是什么？衬衫，一百五十块钱。一百五十块钱啊，这件衬衫一百五十块钱。好，嗯 ，OK， 再看啊，这有一个图片啊，一个 picture， 一个图片，有两个人啊，两个人他们怎么样呢？见面了啊，见面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学一个新词啊，见面 ，meet together 啊 ，means meet together 啊，见面啊，见面 means meet together， 他们见面了啊，他们见面了。And long time no see 啊，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 ，means long time no see 啊，好久不见啊，你还好吗？啊，你还好吗 ？Are you okay？ 好，他们见面了，好久不见。So this boy 小刚啊，小刚他说什么呢？你好，你好，你好，我是小刚，你记得我吗？嗯呀，你还记得我吗？不好意思，就 remember 意思，意思是什么意思？意思的意思啊 ，meaning， 我们学过一个有意思，对吗？什么是有意思呀？
有意思什么呀？啊，这个 interesting, yeah, 这个电影真有意思啊，真有意思 ，really interesting 啊，有意思个屁啊！不好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不好意思呢 ？I guess 什么是不好意思 ？Sorry, yes, just like 对不起啊 ，I'm sorry 啊，对不起 ，but yeah, we can translate it in English 啊。Sorry, just like 对不起 sorry, but they have difference, but they have difference, this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look, 不好意思 the mud much lighter, than 对不起 much lighter than 对不起 excuse me, 也不、yeah. 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 not very same, like excuse me, 啊、可以 translate, usually we translate it, 对、sorry, but 不好意思、the mood, lighter than 对不起、than 对不起、也 不是、我们不 translate it to excuse me,、but sorry,、我们 translate it sorry,、好你看 A, 啊啊，他怎么说呢？啊，小刚怎么说呢？啊，我是你的，我是你的小学，小学，小学，小学什么？小学，小学什么？你的小学什么呀？先学外，嗯，不对，同学，对不对？啊，同学是什么？同学，啊，同学，什么是同学？同学 ，classmate，yeah， 走，你们的 relationship 就是同学，对不对？啊，你们就是同学，对，好的，我们是同学，对，好 ，have a question here， 啊，选哪个呢 ？A、B、C， 这条，一点也不贵，买吧，嗯 ，A， 哎 ，which one？ 选哪一个呢？啊，选。A 啊，对，老师，我们看到条，对不对？我们看到条，怎么没有 word？ 啊，它是什么都没有 word？ 啊，衬裤子的没有 word。我们看，一点也不啊，一点也不什么意思？一点也不 ，a bit， 什么意思？一点也不 ，not at all。Quite cheap， yes， right。Quite cheap。Yes. 一点也不啊。Remember 啊，要记得啊，要记得 this structure 啊 means not at all 啊，一点也不贵，贵 means expensive 啊 ，expensive 啊。So as a whole sentence means really cheap 啊 ，quite cheap. So 买吧啊，买吧，买 ，just buy it 啊，吧啊，买吧 ，just buy it 啊 ，cool 啊 ，just A 啊 A。好，第二个。我们看这个看过，对不对？看过，看什么意思呀？啊，看电影啊，看电影啊，看电影什么意思？啊 ，to watch movie 啊 ，yes， watch movie 啊 ，watch movie。我们看过啊，看过 ，I have watched this movie 啊，这个电影。嗯，你啊，记得是什么时候吗？啊 ，what time？ Okay， so here and look 啊 ，the answer 读一读啊。八月，还好。去年八月。去年八月。去年八月。不是去年，去年什么意思 ？Last year. Last year. Last year. Okay. Yes. 啊，你知道。In August. 嗯 ，So. In August. I look here. August of last year. Okay. 嗯，我们有什么呀？还有什么呀？明年，在明年，明年啊 ，not 来年啊，明年啊，明年。啊，明年、去年、明年啊，记住啊，去年和明年，好吗 ？And 来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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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年，你知道吗？王昊天啊，来年，我们有的时候说啊，有的时候，在什么时候说呢？在什么时候呢？听啊，在我们的not in our。嗯，是哎呀，怎么说呢？
just like in the small place. A small place, just like the, 哎呀，好to say，不常说啊，你要记住明年，不要老说来年，来年我们不常说啊，不常说啊，不常说来年啊，我们说明年，你记住这个好不好啊？王后天经常说来年啊，不对，那不太好啊，不太好，要说明年啊，明年啊，明年好，更好一些，好吗？好吗？好，好的 ，OK， 我们看今天我们学了什么。我们学了 new word 啊，这有个 new word 啊，你记住了吗？啊，你记住了吗？啊、记得吗？好，要写一写，写一写啊，这 new word 要写一写啊。我们还学了什么呢？我们学了课文一啊 ，text one， 小丽啊，小刚和小丽他们在哪儿啊？在小丽家，在小丽家，他们在聊什么呢？他们聊什么呢 ？Talk about what？ 啊，他们在聊。小刚要小刚要去爬山，对不对？啊，去爬山。小丽去吗？小丽有。小丽有。是。有事啊，不去啊，所以啊，不去。他不去。明天他不能爬山。很好啊。你在啊？我们还学了啊？怎么读？怎么读？还是。哎呀，还是。还是。啊、还是。喜欢喝咖啡，还是喝茶。Yes， 还是 means or， so two choices， to connect two choices， yeah。还是二。啊，我们学了三个啊，这三个 new word， 啊，要写一写啊，还是爬山，小心啊，小心，你要记住啊，你送朋友的时候，啊、送朋友的时候你要怎么说呀？你送朋友的时候，你是小心。小心。哎，怎么说啊？小心 ，just 小心 ，just 小心。小心，小心 ，be careful。just 小心，你送你送朋友的时候，你要小心。我们说我们说小心。那just 小心不太好啊。哎，just 小心不太好啊。我们怎么说呢？啊，你慢点走，对不对？你慢点走。我写过一次了，你慢点走啊，要记住啊，这个很有用啊 ，really useful 啊，你慢点走，路上小心点儿，啊，你慢点走啊，路上小心点啊，你送朋友的时候你要这么说啊，你要这么说。谢谢你，再见。yes， 谢谢你，再见啊！好，我们也该谢谢你再见了。wait a moment 啊，我要 ，I need to take a picture。哎 ，wait a moment， I need to take a picture。啊，好，我开始在啊。好的，好的啊，今天我们下课 ，remember homework 啊 ，homework， you know 啊 ，the last homework you have sent it to our group， but I haven't checked it because 我太忙了啊，我太忙了啊 ，if I have time I will check it 啊，但是啊，你要 complete 啊，你要写作业好吗？写作业好吗？好 ，OK， 好，再见，再见啊，下课啊，再见，再见，再见。Hello， 哼。